近日，实力小花孙艺宁亮相京海鸥国际新媒体影视周，并斩获最年潜力奖。活动上，孙艺宁一身纯白 look， V 领长裙衬托出纤细腰身，胸前的蝴蝶结更是为她增添了一丝俏皮灵动，搭配复古红唇的妆容，立显性感优雅。孙艺宁自出道以来就给观众奉上了一部部精彩的作品，《兰陵王》等高口碑电视剧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其后在古装爱情剧《双世宠妃》化身暖心小助攻，鬼马自然的演绎获得许多网友的喜爱。同年播出的《急诊科医生》里，他完美演绎拥有着极多内心戏的刘苗，出色的演技让观众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。而在今年播出的青春校园剧《惹上冷殿下》里，他一人分饰两角，在雀斑少女和高冷女神间无缝切换，又一次展现了他演艺路上的无限潜力。在即将播出的《双世宠妃》里，他又会有什么样亮眼的表现？敬请期待。